我窍里挖，我我。我让人哐哐一顿深海巨漫，我他妈生个黑孩出来，你他妈告诉我 make sense？我是那个北美的这个高端绿马烂子嘛，啊，然后我有就是今哪天我位就高不禁要问，有多高端？我听听来。是那个我在佛州这边那个读博嘛，我是啊，做那个热胀涂层的，佛博已经读对，了，在佛州读上博士的啊，快乐人士叫佛伯乐啊。OK，佛伯乐，佛伯乐，佛州佛伯乐。OK，佛伯乐，你说什么活儿？我今天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不禁要问，这个老美到底有没有节约意识？然后我不禁要问，就是英哥，您作为 CIA 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有一些情报问题归我们管。你剩下这些节约意识，你大概说的是啥？就比如说那个。食堂嘛，食啊，堂的好多人，他那个面包咬一口就扔掉了，嗯，然后那个鸡腿儿也不啃干净就扔了，嗯。然后就是感觉他们从来就没有过是什么要节约粮食这种意识，而且就是说他广们场有或者是跟节约粮啊，食您没有说。关系，打包是都甚至都不是我们国内最先兴起的，节约意识他们是有的，但是整个美国被一句话耽误得非常深，一个英文短就是一个词组耽误得非常深，make sense，就知道合吧？理呗，合理，合理。就是合理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给出一个理由的时候。合理是什么？就是你有道理是有道理，合理是合情理，但他们的 make sense 非常离谱，可以这么说。就你给出的理由非常离谱，比如说面包咬一口就扔了，OK，我昨天拿的面包咬一口扔了，今天还拿这面包还咬一口扔了。你昨天你看了没吱声，今天你想问，不是哥们儿，你天天面包咬一口扔了，你真他妈浪费。他说。我昨天就是咱以美国的这个环境，你幻想一下啊，我昨天吃这个面包，我拿它的时候，我以为它会是非常松软的那种效果，所以我咬了一口，发现它有点干，我不太喜欢，所以我把它扔了，合理吗？Make sense。今天呢，我以为它今天我拿的时间不一样，我比昨天早了5分钟，我以为它在它干之前我拿出来吃，结果一咬还是干的，所以又给扔了。你的回答是啥？嗯，That makes sense。浪费你妈呀，还是 make sense 啊？他 make sense 就合理，这个合理就是导致他们很多。我跟你说的可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儿，很多上面大的事儿，这些当事人给出的理由非常他妈离谱，简直就是智障。但是回答都是 make sense，明白但吧？是我作为正常人，我应该理解不了。对你理解不了，其实美国也有很多人理解不了。那比如说，咱们说点深的。美国的这个某些州的法律规定，被强奸如果怀孕了，孩子不能打。听说过。听说过吧？从某些人的角度来讲，你被强奸了，请惩罚那个强奸你的人，跟孩子是无辜的呀。俏里哇一帮疯老太太咣咣敲你车窗，孩子是无辜的，你就算被强奸了，你不能让孩子给孩子打了。你从某些角度上来讲，make 不 make sense 就完了。确实他妈 make sense，我窍里挖，我让人哐哐一顿深海巨漫，我他妈生个黑孩出来，你他妈告诉我 make sense 啊，就是 make sense，孩子是无辜的，从某些层面上来讲合理。因为他们毕竟是宗教背景嘛，所以的话，他们教里面有这种去说他法。妈的吧！那你讲宗教背景的时候，你不说宗教里面同性恋都他妈违法，你整117个性别，你这时候不谈那就宗是教了？很矛盾嘛，对呀，所以这个社会你很搁这，割裂啊。对呀，你所以说他们很多人在说美国的社会多元化多样性的时候，你怎么不把这些矛盾基础矛盾拿出来说一说呢？你是基督教，同性恋都他妈是违法的，你都应该死，你都得下地狱，别想整出117个性别了，咋说？对呀，所标以的准双话，标嘛。像民主党的话，它就是比较偏这个 LGBT，然后这他个们，共和党的话，他咱们就别就说人家是民主共和了，对。就他们这两边一个红脸一个黑脸，对某些上面来讲，一个红脸一个黑脸，一个是对经济的红脸，一个是对非法移民的红脸，一个是对他妈那个多性别组织什么搞幺蛾子的红脸，一个是对这个就是美国老的保守利益派的红脸，他们从某些层面上来讲都是红脸，从某些层面上来讲也都是黑脸，所以这两边只要轮班上来，跳你跳4年的。
跳梁小丑，我接接四年跳梁小丑，接着个跷跷板，这跷跷板这么样，这边高或者这么样，哎，两边就搁这晃悠，哎，一直搁这晃悠，这就是美国，一直让你晃，一直让你动荡。近四年你看着非法移民你不爽了，下一波你放心，川普上来这个逼墙能翻过来是吧，上面给我加上尖儿，然后你妈我翻都不让你翻了，哎，这帮人出来对这对社会这些现象有怨言的人开始拍手叫好了，回头下一届上来我们觉得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这些对于美国这些难民对于他们来讲太不平等了，你不把他当人了，这时候一大帮人说对太他妈不当人，你都他妈还长成个尖儿，你确实有点不过分了，明年再逼就上来了，反来覆去永远都是这点事儿，跟美国每个美国的竞选吧，反来覆去就是这点事儿，就是大型秀场，大型真人秀，没错。对，但是我感觉他们也就是选举那天当两天人，但是平常的话就感觉平常你的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是闷头搞钱，我可以这么告诉你说，谁上来都是闷头搞钱。然后每一届临下去之前，最后一年都是特别乱的。你纵观历史，你去看去吧。这一届他临下来之前，最后一年贼他妈乱 ，SB 553法案，零元购合法化，阻拦他罚18000，你就听这些法案编号，操妈确实挺 SB 的。对，但是前两天不是报税季嘛，然后的话，他那个报税其中有一项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个偷盗或者是零元购一些东西，你要报税。哪个傻逼会在那上面点对号呢？我好奇。哪个傻逼会在 yes 后面打个条呢？我理解啊，我理解就是说，比如说他零元购你没抓到你，但是你把这个东西就是说找那个善财哥出出去了嘛，然后你换成钱以后，你这个钱收入没报税的话，人家那个就说警察不抓你去零元购，但是税务局 IRS 要来敲你们的。对呀、啊，你他妈卖东西出去了，你报税了吗？你那是收入啊，我不管你的货哪来的，是零元购的收入啊，就很不理解。对呀、啊，那要不然怎么保证美国 GDP 够高啊？这些黑人凭空创造出这么多 GDP， 不给美国数字往上涨涨？平时最他妈拉 GDP、最吃福利就他们，现在终于他们有机会，他们能创造点收益了，不他妈收点税合理吗？不抓你，你还不交点税？铁子，这说白了 ，IRS 要求零元购分赃，要求分赃，你得分一笔。我窍里玩，净他妈干这事，合理合理合理。That makes sense。啊，合理合理，这下算台了。然后然后呢，然后的话就是还有一浪费的一点我再说一点，就是我想起来他那个广场还有那个路上那些灯大白天都开着，这是为啥啊？忘关了，管理员忘关了，真的啊，我真的问过管理员，有的是管理员忘关了，有的是那个网页，就是贼鸡巴傻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之前有一个人问过，路灯整个路灯系统晚上该开的点缺黑，白天天亮了以后开着，为啥？因为架设这个就是路灯自动开关的这个网页的这个服务器建在德州了，而管理的地方在加州，有时区时差，所以你设置的晚上七点开是德州的晚上七点。你加州已经确他妈老黑的，已经65个司机在转弯的地方扎下山坡子了，但是没有招，服务器搁德州。你说你们不能意识一下问题吗？不，我们的要求是晚上七点才能开，所以你要让德州出第二套时间系统，而不是让我们提前到五点，因为提前到五点涉及到我要改我们的规则，我要重新定制我们的规则。你要让德州这个服务器设置第二套专门针对于加州的服务器入口，或者让他们再花35万美金做个 NAS 服务器搁他妈的加州，我们把服务器挪到加州来，你妈合理。That makes sense。 美国真的是这么做事的， 我不骗你们，美国人真的是这么做事的。我合理的怀疑一下，这个还是怪中国，因为它可能是中国产的路灯，所以它认的是中国的太阳，这个合理不合理？所以他白天开灯，然后晚上让他关灯，合理也合理，合理 ，Made in China， 因为 Made in China。对，下回问，就是我之前投诉，我不是说我家后面原来有老莫邻居吗？逼早上养个大公鸡，天天凌晨三点天没亮打鸣，完了我就问，对，我不打大盖帽电话吗？大盖帽说管不了，然后我就寻思我发两句牢骚呗。你说你赶上这种问题怎么办？
他为什么，我说我非常不能理解，就是鸡不是应该天亮的时候才叫吗？为什么凌晨三点打？那个人当时跟我说的，那只鸡也许来自纽约，我操你！有可能，合理。鸡公鸡有时差，我操！你这合不合理？真他妈合理！大盖帽跟我说的，也许那是从纽约来的，多他妈合理、啊！对，时差没倒过来。对啊，鸡饿了就叫，不是他妈饿了在那块咣咣打鸣。我真他妈无语了，美国是合理，你们就是有很多美国是合理，就是我你在这生活时间长了以后，你能总结说你不提我都想不起来。我真跟你们说，你好多事你不提我都想不起来。我经历老多贼他妈离谱的事了，跟美国最开始觉得贼他妈离谱，后来接受了以后，你别说他有他的道理，合理啊，他有他的道理。对吧，你比如说美国的狗，咱们一整咱国内说啊养狗的环境咋地，咱们现在国内狗我不知道有没有强制绝育这一说啊。应该是没有呢。有进收容所必须强制绝育这一说吗？没有没有，应该是没有。假如你家的狗今天走丢了，完了呢明天给你送到收容所抓住了，完了你去认领去了，认领完了收容所拿回来的时候拿出去请掏折合人民币4000块钱把它强制绝育了。否则的话狗不还你，过仨月给它安乐死。没有，这个美国是这样的。我他妈我狗我家老三丢了，两个邻居跑邻居家，邻居他妈挨个敲门，谁家狗谁家狗。结果我发现我家狗丢了，我出去问别人家去，我们走两岔，这逼给送他妈收容所去了，把我狗送收容所去了。送进去了以后，人家当时我找到网上也找不着，找第三天这帮逼什么工作效率，才他妈在那个收容所的网站上登出来。我一看，这不我家老三吗？大德木，这不搁这儿呢吗？我可找着了，领着我妈去了。啊，不行，你今天拿不了，三天以后来拿。我说三天干啥？排手术期。为啥排手术期？要我要给他嘎了。哎，你嘎他干啥呀？我说你别嘎呀，我这个血统贼优良，不行，你只要进了收容所，必须给他嘎了，因为你想留的他的唯一原因就是那啥，就是想生小狗，你就无非是想要其他小狗。生命是不分贵贱的，其他的狗也是狗，我这有的是狗，你为了避免他们三个月以后被强行注册安乐死，你可以在这领养。我翘了一挖，你别说，我还妈听挺合理的。我当时饭店开的雪上加霜，信用卡已经欠的不行，连他妈利息钱都还不出来。这逼硬他妈从我兜里面又抠出去500多块钱美金，我操他妈的，硬从我兜又抠出去将近4000块钱人民币，你不交不交不让带走。第三天给我家狗给我家老三打的他妈出来俩腿站地上都直劈叉，站直劈叉，那脑袋带个那个圈都懵逼。老三我拎着出来的时候，老三的眼神就看着外面，快走快走。得离开这个人间地狱，操你妈！我操！我都他妈无语了。你看看美国的，我回头多年以后呢，合理啊，人家爱护生命嘛，人家生命不分贵贱嘛，对不对 ？Black life matter 嘛，我操！而且英哥，您为这个收容所创造了500块 GDP， 合不合理？合理啊，又有更多的狗粮了。你说你搁外面，你说我腌一下子80块钱，抱歉，那是他妈私人诊所，我们这块我不知道，那我们就是这么收费的。那 I have no idea， 我操，凭啥你他妈说这么多，是这么多拿手机给扣下来，保安过来给架起来，警察来了，你来收拾里，帮帮帮帮，大头鹰粗。大头鹰足，几故事结局了，大头鹰足了，翘了一把。你都说搁外面通情达理，我操，你不通情达理又能咋的？明天找个比较闲的律师去告收容所去啊！我要告这个沙特，他们他妈的给我狗强制阉了，抱歉，这是加州法律。对，法律肯定合理啊。加州法律合理吧？对，物理清除了，对啊，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听懂了吧？好吧，行，那先这样啊。英哥啊，我那个最后说一下，就是说，那个您把我那个拉进那个北美那个高端驴马烂子群吗？啊，你没在里吗？哦，我应该没在里面。钢铁侠滚出来受死。钢铁侠滚出来受死。钢铁侠为什么有搁北美当博士的还没进去？你他妈给小宝拉进去，小宝有什么有鸡毛用？他现实搬家的，你净鸡巴拉搬家的，送做烧麦的，送他妈牛板筋的，你他妈博士不往里拉？你干鸡毛？你要卖袜子给他们呢？钢铁侠、六铁侠的，钢铁侠、钢六侠的，滚出受死了！一会儿那个我一会儿找钢铁侠，一会儿胖版钢铁侠的、那个、钢铁侠啊，好嘞啊！哦，对对，英哥。那个再说一句，就是您招不招那个，就是收不收那个人文社科的人才？我就是我这儿有一个，我可以帮你联系，不是我收，我可以帮你对接国内的这个各个企业啥的，多少有点人脉。
就我们这儿就是有一个教授，他是那个给美国学生讲马哲、讲马克思这不知道，的，这我不知学道。生都骂他 call me。那不知道，那我不知道，这个太高端了。不知道，可以帮你打听打听。行，因啊。为我把您的走路日记就是退给他看嘛，然后但是他说您讲的很有意思，说您那个相声口才很高，但那是等他会儿我看到相声厅。就是看不完，第一是他忙，第二是他有些黑话听不太懂，对，那就是是没什么办法，海螺子，他都不知道是啥意思。绕开平台规则的一些话语，没办法，那是属于我们特有的一些黑话，你知道吧？对那对关键对。你不可能谁家讲相声也不可能说他妈他给老屌滴了出来了，不能的，不能的。是，行但是我说我给他那个整理一下您的黑话嘛，然后但是我想记一下，我发现我找了半天找到我的钢笔，发现钢笔没水，也记不了。拿钢笔硬呲点水，好，显摆他看的多了，他知道钢笔了，他知道钢笔梗了。这屋现在其实你别看这屋里面粉丝，这6000人里面有不少不知道钢笔和海螺子啥梗的，钢笔没水是啥梗，海螺子是啥梗都不知道的，这很多，最近有很多粉丝都不知道。行，那是先的，这是样，哥们儿，那个好，回头那钢铁谢侠谢叫英你哥，英啊，哥，感谢感谢好感嘞谢，好拜嘞，拜。拜拜。